就一直求他不要上火，他就说，他说，他说什么？你没看到我太太情绪不稳定吗？不是他说了什么，是你们诊所查了没有？很明显，凶手对你有一定程度的了解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没告诉我？那你先注意一下你说话的态度，我随时会投诉。我就一直挣扎，我很害怕他要对我做什么事情，可是我越挣扎，我就觉得我身体好像慢慢的就没有力气了。之后，当我醒来的时候，我不知道我头很晕，我觉得我的意识不是很清楚，我只记得我好像躺在一个台子上面，然后我就看到他拿了好多的针，还有刀子，然后我就一直求他不要上火，他就说，他说，他说什么？好了好了，你没看到我太太情绪不稳定吗？不是他说了什么，是你们诊所查了没有？前面四名受害者都刻意隐瞒自己怀孕的事情，但苏太太，你已经快要生了，很明显凶手对你有一定程度的了解。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没告诉我？那你先注意一下你说话的态度，我随时会投诉。请假先快撑住，继续对他施加压力。苏太太，目前凶手还在外面逍遥法外，他下一步会做什么我不知道。我们真的很需要更多的细节跟资料，才能保障你们跟孩子的安全。那个女人，她知道我先生是谁。那一天她在伤害我的时候，她有说一句话，她说那个男人根本没有资格当爸爸。这些你怎么都没告诉我？我会怕啊，我不敢讲啊。我怕这件事情跟我们家会有关系啊。天降性的情绪可以了，利用天降性的情绪引导苏正说出我们要的答案。两位请冷静，以目前来看，凶手很可能就是那个女人，所以我希望你们一定要配合我们。所以你们意思是我前妻是凶手？很有可能。他流产过，他叫张一凡。